今天我们去干嘛？看我装备，小弟们。你装备啊？拿了一把屠龙刀，我们要去。今天我要把这个找长俊，还装满？没装满，我没。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一关装满啊？得了，上山去了。重俊，我来了。有吧？这个龙龟找不完的，你今天找个明天又有了。难道有吧？难道找了两个小的？小的啊？这样我这里一个。这么小一个啊！我开刀，你也找到了？夜里有啊！这一朵，我天哪！这打汤的话，起码有一万。我靠！这来开张了吧？可以吧。那你两个都走差不多的。那我走大点的。我靠！你那女儿？有，太小了。好多人等了，走到哪里的？来，这里还有。哎，你两个找的咋多啊？看，看你老婆子的。来。你们这边比他们那边多一点。大小伙在这里，小伙在这里打苍蝇好多，我这。没有。哎呀，暂时你龙壳还是龙壳多嘞。可能还没点找过点，这种。嗯。我披荆斩棘，大杀四方。啊！你们都干了，你们来了。找到了。嗯。哦呀。哎。这个找到多了。这龙骨真是长得粗壮了。是刚刚找到那朵大的。可以啊，这宠物肯定长在这个树上。那我要去南边找去。那没用。现在被你们找完的。兵分四路。嗯，这都是被人家找过的。到处都翻高了，这里一朵，这里一朵，这台还可以吧？别搞烂了。这里还有个小的。找一个没找到的，这朵。两朵啊，这个是两朵。还可以，这里还可以。还有一朵嘞。啊。没有，可以啊。这朵最大，这朵比这里大一点。哇，这一朵，这朵是最大的，好吧，这里。我上去摘了好多，快把那筐筐拿来。到这边来，这边有好多嘞。这山下有病啊！得来来，看看啊！我刚刚就在这里找了这么多，
背着来了。你那是连心木瓜，我带了蛇胆，快跟你们一人分一点。这是什么？这不是，这不是蛇胆。你找的咋多的？蛇胆，没事了，快走了。姐妹，我这个背着它看上班呢，把它放。放起了。比较多的。蛮多的了，咋多？必须的。还有一对。这个都可以了，真的好大哦，这可以，真的可以。这里加点肉，这可以半斤多了，可以加点肉，看八斤多了，看有一顿了。好了，没事了，算了算了，两个小时算了。这个筐子快卖，才30斤就卖。